你怎么会爱上我？你的大起大落，我的笑话笑过，你是传说，而我是什么？想不通自己的疑惑，你怎么会爱上我？平日待你不薄，你要帮我呀！我敬重的是大将军，不是你。我是不会让你伤害将军的身体的。你，我敢冒险做大事，自然留了一手。我不允许你再为了虚无的长生不老的传说，再强占别人的躯体，做伤天害理的事情。李欢，你现在只不过是一个落难的皇帝，别再跟我逞英雄。识相的话，带上你的人滚！我发誓，从此不再骚扰你。我答应。好像也就五毛特效的样子吧，这简直就是一出古装魔幻呀！绝不可能说。将军，将军，你快醒醒！我的，不可能，这个世界是我的。亮，是我，我是妙芝，那个在梨花树下等你的妙芝啊！只要你肯醒过来，我们就共赴梨花树下再续前缘。我等你。我在那儿等你。别再说了，姐姐。拓跋将军，真的是你吗？妙芝。什么？那个元神说的对，只要他在，我根本就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。今天，我要用他的命换回我所失去的东西。我把令，
要再执迷不悟了。是谁在执迷不悟？要不是当初你执意选我的妙芝进宫，我能有今天吗？灵儿，不要这样。妙芝是爱你的，永远都爱你。你给我闭嘴！把我骗得团团转，你们这些个人，个个都会演戏，你们全都那么喜欢演戏，骗了我这么多年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会让你们尝到你们应得的苦痛。小姐，死拓跋，抢我男人，姑奶奶奉陪到底。我也是。干嘛等等我？什么的，你觉得呢？哎呀，你脑那么多事儿啊，赶紧洗吧。人家就喜欢干净的。这是剧组啊。这是什么剧组啊？啊？片场，这不是片场吗？明月真入戏啊！彩霞，醒醒，西施，别揪耳朵，别！小燕子，姐姐，我们回来了。我们这是穿越了。锦家不是剧组啊！小公子，我们回古代了。李欢，李欢呢？糟了，他被大将军先带过来了。大将军，耶！回到朕的地盘啦！快看，这是我们的御花园。Don't worry， 朕的地盘是朕做主。你就真有意思啊！现在就让人抓了你个大汉贼，拓跋亮！要赶快找到小公狗，但愿他没事。哦，我来。是是。嘘，先静观其变。安静。快往这边走，走啊，走吧，走吧，走走走，啊，快走。好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敢自称朕？拓跋亮，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我完全可以在你昏迷的时候，一剑刺死你。不过我就是要你清醒着，承受着痛苦，眼看着自己的血慢慢的流干。我要让你到死都记住。你是我的手下败将，哼，受死吧！莫非这是不祥之兆？拓跋将军有令，有人乔装打扮成皇上、太上皇、皇后和云游在外的三王爷，路上遇到他们，杀无赦！是。我去，好多护卫！皇上，没想到短短的时间内，朕就已经被炸空了，好担心父王和母后大人呢。你不要妙芝了。你说什么？朕落在你手里，横竖都是死，倒不如让妙芝心死。你把话说清楚，
你杀朕，无非是想斩草除根。可是你别忘了，妙芝以为朕早就死了，可还在日日夜夜思念着朕。你想解你心头之恨，可是对你跟妙芝的感情没有任何帮助。你倒不如在朕死之前利用朕，让他死心，让他再回到你的身边。 你会那么好心？你以为我还是以前那个呆子，三言两语就可以把我给糊弄过去了吗？将死之人，其言也善。朕对不起他，朕亏欠他太多了，所以朕想让他忘记朕，忘记那段伤心的回忆。但最重要的，还是要给他一个归宿。他需要一个真正对他好的人。虽然你心中尚存贪念。 可即使元神附体，都不忘爱臣妙芝的初心。朕将妙芝托付于你，死也瞑目了。听起来很不错，但是如果你敢糊弄我的话，我就让你生不如死。 臣妾没有守护好你的江山，更让人笑，被奸人叛乱，拓跋浪所害，逃亡至今，生死未卜，臣妾之罪，死不足惜。爱妃，快快请起。 元宵健康平安，就算如爱妃所言，朕也绝对不会责怪于你，因为朕知道，你为了朕守护着北魏，守护着朕，吃了太多的苦，受了太多的委屈。陛下方才说，元宵他还活着，不但活着。 而且健康壮实，他跟柳儿到了现代，遇到了我，他跟我生活在一起。现代，就是陛下一直所居之地。原来如此，臣妾方才想问，陛下这身装扮。此事说来话长。 但所幸元宵无恙，朕已伤好。爱妃，请放心。臣妾明白，臣妾就是太过于激动，忘记陛下已经归来。之后诸多日子，耳鬓厮磨，来日方长。妙芝。 朕欠你的太多了，但你却以德报怨，如此的宽容，朕可能无福消受。陛下言重了，臣妾生是陛下的人，死是陛下的鬼，自然一定。好一个生死不离！李焕，我杀了你，看你们还怎么卿卿我我！拓跋亮。 不是已经跳进天阁，去什么天堂了吗？先别说了，等我杀了他再跟你解释。你先杀了我再说。
小人为了保护自己而利用你，朕说了，冲朕一个人来。朕落入你的手里，早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，朕又何惧一死？只是朕如朕刚才与你所言，朕欠妙芝的，朕还没有好好的向他道歉，朕欠他一个交代。 如果朕死了，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，去过自己想过的日子。陛下，你们不要在我面前上演生离死别的好戏了。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够了！我真的不如他吗？你为了他，宁可负我。 我真的就那么不如他吗？救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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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
军吗？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懂事儿？扶正，拿东西。
经典喜剧片《大内密探零零发》，将两瓶叶子合二为一，双手迅速转动，然后形成巨大风力，看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杀人于无形当中。哒哒哒啦，吹呀吹呀，风啊让风继续吹。分开以后，两人使用威力更大。事情，再加上他看到芬妮跟他长得一模一样，一下子就晕倒了。还好柳儿已经跟他解释清楚了。皇上也在众大臣的配合下重理朝政，重掌兵权，所以你可以放心了。哎呀，你又想什么呢？我在想如何处置拓跋亮。你肯定舍不得杀他。拓跋亮乃一介爱国良臣，穷其一生对外杀敌，保家卫国，我国百姓能享受如此富足安稳，一半皆是因他。如果他品行好，我将国家让与他都无妨。只是现在元宵回来了。哎，你那么好心，人家未必能接受。你抢了人家的初恋，耽误了人家的大好青春啊，这个账肯定要跟你算啊。你再加上他脾气那么倔，我觉得他宁愿剖腹自杀也不会接受你的和好的。如果什么如果啊？解铃还需系铃人。考试虽然很残酷，但是艺术学院让我们的同学少走弯路。生存还是毁灭，这是一个事情啊，是这样的。I have a dream。敬请关注校园真人剧《艺术学院那些事儿》。逃不开，忘不穿，也放不掉的情感，每次蓦然回首，你都在。我的影子从你生命过几次，却从未留下名字。记忆中的那